快天后歌利亚因为疫情关系，很多演出和幕后和唱的工作都取消。这天他就决定换歌形式，在网上开 show 直播。今次不是斋坐在电脑面前唱歌，而是有成对 live band 帮他伴奏，被歌迷安坐家中都可以听到他把靓声。开 Facebook Live 真的比较少做的，但是之前都有做过，所以都不会说很不习惯，其实都挺开心的，因为不嬲咧 HiFi 都是只可以每个人啦在自己的屋企享受自己的音响嗰时放个 CD 出嚟听，咁今晚咧叫做系 HiFi 得嚟咧，又真系有一个新的机会可以同自己的歌迷啊或者观众咧可以有互动的形式咯，咁佢哋想听啲乜嘢，想听嘅歌咧都可以留言啦，又或者同我哋倾偈。作为郑秀文御用和音嘅 Gloria， 彼此都会关注对方嘅社交平台动向。早前 Gloria 就放咗张可爱嘅猫猫相喺社交网 ，Sammy 都忍唔住俾咗个心心啊！好开心嘅，因为 Sammy 佢本身正能量好丰富啊，好多啊，咁所以佢完全系唔会吝啬任何嘅鼓励到人的机会，我觉得所以能够跟他合作了超过十年，我觉得是很开心。讲到新工作，他说接下来疫情完结就会筹备下一张大碟，相信到时一定会送给 Sammy 欣赏。